亲爱的药王大人》是由胡楚曦执导、燕西、丁英英领衔主演的电视剧。该剧改编自穆青青原创小说《皇叔请吃药》，讲述了板蓝根仙小松兰与药王大人长眠两世、铭心刻骨的爱情。该剧于2020年8月10日在爱奇艺播出。这是一部集甜宠搞笑的古装剧。从剧照看，两位主演的古装颜值还是很可的。甜宠剧向来深受观众喜爱，相信很值得大家看。药王大人，我楚之墨从来不近女色。江小姐，请自重。药王大人，你快娶我呀！江小姐有什么还没有完成的心愿？那就娶我呀！药王大人，江小姐别过来！哎呀呀，仇人！追夫攻略，你就照这个给我来。你现在。